搜狐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程香。心情说，哇，好多人啊，就是很久没有参加过，就是这样子红毯啊，时尚，然后这么多人可以大家在一起聚会的这样子的活动了，就还是蛮开心的。今天其实就是一套比较就是还是蛮舒适吧，然后就是一条缎面的长裙，然后跟我的发色搭了起来。怎么提高自己的时尚，就是我觉得时尚还是要自己喜欢自己舒服嘛。就还是蛮激动的，因为可能是我的第一次时装周，然后中国也是很久，我们的一些中国的 team 都是3年没有征战过时装周了，所以大家心情都还是蛮激动的。我都挺喜欢的，冷棕色啊，蓝色啊，包括这次粉色，我都蛮喜欢的。肯定还算是小白，因为我觉得高尔夫是需要一个持续练习的东西，而且在练习场的感受和下场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。还早的距离。2023年还是希望自己一直忙，一直忙，一直忙吧。对，送给10年后自己的一句话就是，希望10年后还跟现在一样，心态年轻。就是我会养很多小宠物，能在小宠物身上找到治愈的感觉。